省内别当家，如若当家乱辱骂，清晨起来七件事儿，油盐柴米酱醋茶，老身表示配与王北亚为妻，过到门来生下了一男一女，儿子叫邓云，女儿叫桂姐。不幸老头子早年下世去了，思想起来，好不难杀人呐。周你妈把小盘儿啊
哎呦，三缺一就差你了，快来吧。哎呦，俺的娘哎，我来的这个巧法里啊，快去摸一把球。
个老东西前两天刚跟我打了仗，摸脸来了。
说说你这个贱人啊！俺不上谁家，你单上谁家找俺去？前两天和你大娘刚打了仗，俺上他家去呢。母亲，你这是又为了什么？你还管着我了呢？哎呦，看看那天都啥时候了，你还不给俺做饭去呀？啊，母亲，不知你这顿饭要吃些什么？嗯，没我吃什么嘛？听我给你说说吧。你怎么絮叨叨的又来问你妈？要做饭快着点儿，随便你去做。何必你这小贱人前来磨牙呀？母亲，你可好了？山上母亲你的人家就整天的吃面嘛，啊！再说俺哪有这么多麦子让你推面呢？狗贱人，你留着那小米干什么？我挖上小米去捞干饭，捞干饭俺也不吃它，吃到那肚子里不消化。不吃它，我不吃什么你做什么？俺媳我去擀面条，那面条子热乎乎的，俺怎么着吧？我回到厨房去炖肉。回来，怎么着？我炖肉？你还他娘的炖鱼嘞你？不知道哪儿呢，俺吃上了吗？为娘的吃了肉了还好喝茶，那是我去包包子，你包包子我也不吃它，听着俺给你拉一拉。羊肉膻，猪肉滑，白萝卜馅子酿馅糊，那红萝卜馅子甜到了撒，韭菜老了塞俺的牙，塞俺牙里没法吃嘛。俺媳我去弹鸡子儿，弹鸡子儿我也不吃它，为娘不吃那个鸡的米拉。这不吃，那也不用。吃老油饼这个狗贱人，你不会包上几个唐三家？为娘啊不吃面条子那个狗贱人，你不会炖炖娘那个十二撒？为娘啊不吃肥猪肉那个你不会大街去把那个牛肉嘎？为娘啊不吃弹鸡子儿那个小贱人，你不会厨房去把那个小鸡儿杀？为娘啊专吃七小饭这个贱人就得去做他。小锅刷的光滑滑，锅前不给我熬稀饭，后边去把那个粘豆茶，锅左边做上个菜豆腐，右边烧糖要酸辣，留上一把干豆角，你切上半斤大葱花，蒸上两个窝窝头，有空再把那个面筋扎，当中间的有点空，那个你给我留上个大筋大那个大地瓜。一锅做上十二样子，那粘豆锅
收了，永少府的我叫三叫，八三八，还不许给我掺和着汤。这顿饭你坐下，碗板打，实在不辣。假如见人家不回坐，休说为娘难打发。老身我怒，就冲冲上工作。出去访花屁大的个功夫，可把娘想死了。咱没见你这偏心眼的人，陪你一脸眼就想的话，媳妇一照面不是打就是骂，真让人看不服。哎，娘给你说句知心话，孩子，你快别说好听的了，俺不听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又当个嫂子啊？哎呦，女儿，哎，你不在家，这个贱人他竟惹俺生气呀！他，你又倒打一耙，多半也是人家先惹你生气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先让俺嫂子起来。嫂子起来吧。你给我干！哎呀，娘，你嘞，孩子，那葛鹏洲怎么往外扭啊？我不管扭不扭，反正我不能帮着你欺负俺嫂子。你说，叫俺嫂子起来吧。起来啊！啊，嘿嘿，便宜了他。哎，哎呀，娘，你叫俺嫂子起来吧。嘿，哎呀，娘，哎，你不让俺嫂子起来，我就陪她一块儿跪着。我跪下了，我跪下了，我真跪下。哎呦，我那个宝贝疙瘩女儿，哎，你跪下干啥？快去快去去去去！你叫俺嫂子起来，我才起来嘞。哎，我这个人呐，就这么个怪脾气儿。这个贱人跪在这里，别说是一天，他就是十天八天，我那心里啊也不觉怎么地。可是俺那闺女往这一跪哟，俺那娘哎，把我那心呐，嗖的一下子就给揪走了。你说，哎呀，你给俺起来吧，女人，你也没听见吗？哎呀，女人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娘，你看看，把俺孩子那花裤裤都给粘了，你说。你给俺哥来看看，你这个没眼神的啊，俺给俺孩子说句真心话，你站到这里算干啥的？哎呀，娘，你还不给俺出去吗？你嫂子，嫂子，你别难过了，看在妹妹的面上，千万别生咱娘的气呀，你先回屋里歇着吧，我一定好好的劝劝咱娘。
提起那个贱人他火气上，他不听说也不听到，我管他成人你可别嚷。那你究竟为什么打人家呀？我嫌你嫂子他串门子。串门子不过是身子大娘家，我大娘叫他去织布，我身子叫他去绣花。俺嫂子隔离他娘家园，闯个门子他不想家。我嫌你嫂子他好偷吃，那是你不给他吃挨饿的他。我嫌你嫂子他走得快，我娘啊你嫌俺嫂子走得快，给俺哥哥说个探吧。哎呦，那个探吧不会走道了，他多费事啊。费事可走不快嘞。我嫌你嫂子他好看事，咱休了他。哎，咱不要他，给俺哥哥说上个双眼瞎。那个双眼瞎看不见，他不没得上吗？你不是嫌他好看事吗？我嫌你嫂子他好说话，给俺哥哥说个哑巴。那个哑巴不会说话咋办啊？你不是嫌他好说话吗？左一言右一语，说的老身无言来对账。本来见人没不是，我张着个大嘴说什么？想下一条万全计，叫俺女儿不在家，我东一撒西一撒，有个主来顺手拿。有些棉花没地方，再叫女儿小桂花。桂姐嘞，今天到你大娘家去，到她家里去压花。回家嘞，放铜线儿织成布，卖了钱儿来给你花。买胭脂买粉茶，给俺孩子结上个花褂褂。娘我去。哎，你可别打我嫂子了。哎呦，俺不打他了哈。这一跳你，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孩子？娘，你说你不打我嫂子，那你管恁干什么呀？我，嘿，我上那上房里歇着去，别让人家偷了咱的东西去啊。娘，你说这个难不行，你猜猜着俺的妈，你把女儿放出去，在家打扫没人啦。是了吗？你不骂是，我就不去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给你骂一个。我要再把你嫂子打，叫我吃饭上牙嘴下牙。哎呀，娘啊，人家谁吃饭不是上牙嘴下牙呀？这个不行，你骗俺，我不去了啊。哎，好好，俺给你骂个大的。叫我手上长个钉，十个指头烂了他。我要再把你嫂子打，没法把那辫子拿。娘啊，我去了啊。哎，一见女儿扬长去，我上房。贱人，你快给我滚出来！来了，忽听破木唤，吓得我心胆寒。
贱人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孩儿拜见母亲。你给我跪下。我叫你个贱人娘。一见贱人下了跪，不用我老身怒气发。刚才为娘把你打，是你妹妹她来拉。贱人呐、啊，你逃不了，逃不了，国国三枪难做一马场。母亲，大马皮鞭拿在手，我照着你的身上砸。一顿又一顿，使得俺老身可没了饭。哎呦，可累死我了！坏了，光给了给这个贱人置气了，都耽误了我烧那五十香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帮选良夫妻。贤妻，丈夫我回来了。丈夫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啊！这不是小邓你那个王八羔子回来了吗？好啊，放学了不看老娘，先看你小娘。到上房我再给你算账啊！我不是小妹妹得罪于你，小妹妹心眼好，待我不差。我不是为丈夫我得罪于你。丈夫你为得罪刚刚来家啊，
我说一说又问什么。上房里的你娘，她怎么咱娘又打你了啊？小鬼姐嘛，啊，那是俺亲生子养的，
俺的孩子别说是不让俺生气，那他就是让俺生气，那俺也不生气呀、啊，俺不是为的这个。我不是你儿媳，惹娘生气。这儿说到偏房，前去观察、母亲，你说他怎样惹你老人家生气？孩儿管他给你出气就是。哎，孩子啊，你不提这个贱人呐，俺还好受；你提起这个贱人来了，他可欺负俺那娘了。嗨，你也不用说这大话，那两口子好的了不得，俺啥话俺也不说了，俺想起你爹来了啊。母亲，这究竟为了何事啊？邓云呐、好容易熬的你成人长大，我给你娶上那妻，你忘了你妈，先把你起来看，你拿着为娘的俺当成什么娘啊，那娘啊，千不为万不为，无人打架，叫天放你这个气就把俺气杀。好孩子，听娘话，你休了他吧。你要是不休他，娘难当家呀。孩子，你要是休了那里是女，我给你说上个二八九啊。有老身说出了救他的话，王登云听此言，再叫我妈，母亲，这休。不提这判断呐，我还不愿意说嘞。你提起来了，这可是逼着那哑巴说话了，孩子哈。母亲有话请讲、啊。你听啊，你说是你的妻，他无判断，听为娘说一说就把你气杀。请趁妻串门子不去做饭，他做饭也不问俺愿吃什么，为娘的说了他三言两语，他发疯我气的就和俺磨呀，为娘的想着再打他两下，他不该将为娘俺摔到那地下啊。母亲摔坏了无忧吧，还有邓云呐，那一日我叫他宝钗烧火，光棍子领来了那三个来家，盗贼
气，他不会看牌呀。怎么着？他谁说他不会看？俺娘过年的俺没的话，俺交给他的呢。母亲，你叫的他还能怨他吗？再说他也不会拎些光棍子来嫁呀。你还给他整理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母亲，怨他怨他还有什么？你听啊，他要是赢了钱他也会花，他嗑瓜子吃冰糖还守着那麻花，他要是输了钱那胆子他也大，活下那个小寡来倒不离去呀呀啊。妹子，咱家里种着了几亩薄地，孙哥饶小贱人他这个花花，好孩子听娘话，你休了他吧，娘给你说好的替他当家呀。哦，母亲，你说的这些毛病孩儿怎么未曾见过呢？啊，你再听。见你把八字查，那个左一卦右一卦，那个算了算，见人命里的反红纱，反红纱，他犯着24把铁扫帚，来到咱家一哗啦，门过门放的你爹下世去，撒的老娘叫头发，放肆东的你当大事，放肆西的你别干嘛，放的男人出了外，那个放的那北里谁吓得关东就不来家呀。母亲，这死人的事儿可都是有原因的。什么？哦，要不是那个贱人放的，人家就能有原因了吗？等于你要修他还罢了，你不修老娘一定染黄沙，头找不着棉花垛，母亲跳井找不着蚂蚁窝，母亲等你呢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，老娘一定染黄沙。当云跪在酒地下，叫声母亲你不死吧，你叫我休他，我休他。母亲千万不要生气，孩儿休他就是。你休他吗？孩子快起来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哎呦，俺那孩子放了学还没吃饭呢，孩子你在这里写休书，娘去给你做点好饭吃去哈。哎，还有一件嘞，孩子，这个写休书可得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要是写错了一个字啊，那娶的不敢娶，是嫁的不敢嫁呀。听见了吗？Thank you.
说你吃不鱼，他叫我爸你爸我怎样啊，羞苦门番，我一见着
绣房内去把活做呀，在外面哭啼啼人家笑话啊。小妹妹去丫鬟，你没在家乡，三弟娘下狠心孩子打我骂我我都不生气，从小惯的，这啥法儿哎。哎呀，哎，可有一件嘞，往后他三个人一个心眼儿，这个家我就没法当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吓唬吓唬他仨。对的，我上吊去。不不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要是真不小心吊死个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我上吊以前啊，先上那东邻家西舍家我去吆喝吆喝，我就说那孩子们不孝顺，我得上吊了，他们必定来劝我，要是劝我以后评论小灯云个博士，那我就有脸当家了。
啊，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东林他婶子。谁呀、啊？我是腾云他娘啊。你在干啥？那孩子们竟惹我生气，我得上吊了，你可别来拉我。嘿，你上吊有绳子吗？要没有我借给你给。哎呦，你个老东西，你说的啥话呀？这是，哎，西林他二大爷啊。谁呀、啊？我是邓云他娘啊。你干啥？那孩子们就惹我生气，我得上吊。哎，你可别来拉我。你这个老东西早就该死了。哎呦，这可坏了。不上吊我没脸当家，哎，自幼儿学会了个绵羊大憋气，用这个巧方法吓唬他撒呀。我的儿他不来我不上吊，上吊掩上门，有官我也不查，有老身在上方我加以上吊。
起来吧，娘不打你了哈。你叫我起来呀，可得答应我一件事。嘿，别说一件啊，他就是一百件，娘也答应你啊。起来。看着俺那孩子长吧的，可不是俺王婆子卖瓜自卖自夸了啊！俺那孩子长吧的，那头是那头，脚是那脚，身子是身子，腰是那腰，眼是那眼嘞，门是那门，嘴是那嘴嘞，腿是那腿，说出那话来哟，还写上个人了。娘啊，你可听劝吗？哟，为人哪有不听劝的？看看看看。俺那孩子那小嘴干巴巴的，说出那话来哟，甜打了撒的。母亲请坐，听孩儿慢慢的讲了。哎，